我想調一調，去咗佐敦再去尖東好唔好啊？佐敦咩事啊？我想去刮個古惑仔。你話事啊？允哥，佐敦先啦，唔該。收到。 卢孝尖，杀人犯。唔似喎，个样都唔恶。佢系以前沙田树哥个仔。呢十零岁古惑仔个个差唔多样，转头落到车可能走街都系。喂，佢哎呀契爷，佢读书几好噶，品性又唔差，搞成咁真系可惜。佢怼冧咗嗰条友叫做番茄，成个西哥出晒名系人渣，本身好多人都衰死噶啦。想佢死咁啊点啊？ 我嚟帮你嘅，你帮我最后救条街，吓？番茄嘅死唔关我事噶，我系俾佢屈噶。我知啊，我呢啲讲嘅古惑仔，我讲咩都冇人信噶嘛。我问多你一次，番茄系咪你杀嘅？我冇杀过。O K， 我信你，我信你个头啊！Jim，有事慢慢讲，立翻嚟先。 我知啊，你不嬲唔中意我噶嘛，我唔听你order，我唔服从你，我卢孝尖就系咁噶啦，老豆都估我唔到啊！如果你真系冇杀人，你更加要跟我翻差馆解释清楚，证明你姓白。立翻嚟先，我坐喺呢度傻啊！ 放低支枪！放低支枪！你放低我啊！我叫你放低支枪！你再话你我开枪！我叫你放低支枪啊！你做咩啊？拘捕啊！袭警啊！抢枪啊！放低支枪！你开枪啊！你够胆你开枪？你开枪，你成世翻唔到转头！ 我同你讲，放低佢，放低佢，Jim。
喺嗰邊啊！你快追佢啊！ 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2》已經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啦！北美嘅觀眾仲等咩啊？快啲去下載呢個 Apps 嚟煲劇啦！